团 Twins 的阿娇与医师前夫赖宏国结束短暂的婚姻后，单身了三年之久。然而，近有媒体爆出阿娇的新恋情，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据悉，有狗仔在深夜拍到阿娇与友人走在街上，但他身边却有一名打扮中性的女子搂着他，并亲吻他的脸颊。他不仅大方接受，那名女子也露出灿烂的笑容，暧昧的互动备受瞩目。所有媒体指出，阿娇身边的新对象是富二代黄甫盛华，同时也是一名初代网红，因为拍照时喜欢露侧脸、歪嘴笑，加上五官神似陈冠希，或封为女版陈冠希。他在社群平台上吸引200多万人追踪，跟宇宙扬青是好友。至于两人是否是情侣或只是亲密好友间的互动，双方至今未做出任何回应。Bye.